北美市场拓展比较顺利，这个季度已经完成了两家大型企业的合作意向。照这个趋势下去，年底之前完成总部交给的 KPI 指标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晚上一起吃饭吧。我的工作内容里没有陪老板吃饭这一项。那就一起开个会。 只不过开会的地点在餐厅，还有点餐，至于你吃不吃随便你。行，没有别的事，我先出去了。还记得这餐厅吗？不太记得。我们拿下黄先生那单之后，才这清楚的。我都忘了。 以你的记忆力，绝不可能忘了。你口是心非说明什么？你有意封闭了自己的心。你为什么？我今天还有些工作没有跟你汇报完。我跟工厂的质检部门联系过，他们有些建议。这的鹅肝不错，要不来一份？现在很多国家的质检标准都不一样，而且有时候翻译也会出问题。你真不饿吗？你真的？他们希望我们能够提供帮助。 有什么重要的事吗，林总？跟我回家。你说什么？这是老板交给你的工作，按照我们协议。
你有责任有义务完成我交付的工作。是，林总。那走吧。 你跟我什么都不记得了，那这是什么？你说你不爱我，这又是什么？佳安，你说，说你爱我。 用你以前看我的眼神看着我，我不要这女眼神，我有一千个真爱，佳安，你赶紧回来！够了是吧？我告诉你。 我比你痛一百倍，千倍一万倍。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滚！就当是我忘记了承诺。 心跳。